来喽来喽，可以吗 ？Test one two， 一二三，一二三。有没有什么话要跟关心你的粉丝讲？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全力的配合这个司法的调查了。是。那有一些事情呢，我也会努力的捍卫我自己的清白。就这样。有哪一部分你认为是大家误解的？这个我现在这边不方便说，因为毕竟这是侦查过程，是不能去公开说任何事情，不好意思。这样会觉得很委屈。我不会在这边透露我自己的情绪，因为这个不重要。One two， 一二三，一二三。有没有什么话要跟关心你的粉丝讲？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全力的配合这个司法的调查了。是。那有一些事情呢，我也会努力的捍卫我自己的清白。就这样。有哪一部分你认为是大家误解的？这个我现在这边不方便说，因为毕竟这是侦查过程，是不能去公开说任何事情，不好意思。这样会觉得很委屈。我不会在这边透露我自己的情绪，因为这个不重要。然后，庭上有拿出对你有利的证据？我们不会公开任何过程的。那我其实想要补充的是，今天这个媒体大哥大姐的长官们不要太苛责媒体们，因为这侦查不公开的关系，所以才有造成今天下午的追车的这个动作。那也请这个警方检调方的这个长官也不要苛责底下的警员。因为他们是也遵守了侦查不公开的这项责任，所以才会造成今天这个比较混乱的状况。然后大家各自保重，我要先回家了，谢谢。你有没有下一步想要怎么做？谢谢，不好意思，有吗？谢谢，先这样，不好意思，谢谢。